新北市古堡加上是上造型科古百年独行歌店，以融合重塑绽放为主题，凝聚出新的创意，在台顶来展现成果，予前来参观的评审个观众，得到视觉充分满足。在舞台顶的马道有中国风貌、澳洲宫廷感，瞬间化身为魔力满点舞女。在台下的评审个观众是看了非常入迷。新北市古堡加上是上造型科古百年独行歌店，以融合重塑绽放为主题，凝聚出新的创意，在台顶来展现。今年一年级呢也是一样，有三个主题，他们是走时装的路线。那二年级今年的特色更不一样咯，他们今年有两个主题，一个是比较民俗风的主题，另外一个造型呢是比较蔷薇之舞，比较走晚宴的造型。那今年的三年级我们有两组，一组呢是以女巫的造型，那另外一个主题是巴洛克。在造型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多元，还有一些环保素材，用一些铝罐啊，还有一些创新的手法拼凑组合，做出一些跨时代或者一些年代传统的造型的整合，真的让我们很惊艳，评审老师很感动。这个新歌发表会，古堡加上是上造型科学生充分展现所学，不论是编发、知识化妆、彩绘指甲、到服装设计以及周边的工具，每一项都是这个将来智慧和努力所展现成果。校长严英泽肯定学生的努力，也希望他们能学到课本当中无解道理。高一高二看到高三学姐这样子，在明年高二升高三、高一升高二的时候，他们就一个学习的典范。我觉得在这二三十年来，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呈现，我觉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，一种传承。古堡加上是上造型科秉持着不断创新的教育理念，持续求变求发展，未来也继续努力培养学生为校成功，创造更加好的成绩。记者罗伦宏、卢应璇采访报道。